很多人都知道日本歌坛天后宇多田光，很少人知道她的母亲藤圭子其实也是一名红极一时的歌手。不过就在8月22号，这位曾经在日本歌坛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藤圭子被发现在东京新宿坠楼身亡。8月22日，藤圭子从东京新宿28层大厦坠楼身亡，被发现倒在路上的时候，她的心肺功能已经停止，送到医院后确认死亡，终年62岁。据大厦管理员描述，藤圭子被发现时头部流血，拖鞋散落一旁。警方调查后发现，藤圭子是从37岁男友13楼住处跳下。警方上楼按铃时，男友还在睡梦中，并不知道藤圭子已经身亡，初步判定为自杀。和宇多田光一样，他的妈妈藤圭子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位成功的歌手，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歌坛具有相当的知名度。1971年，藤圭子嫁给第一任丈夫前川清，但两人第二年就离婚。1974年，因为喉咙患病接受手术治疗，导致音色发生变化，而逐渐淡出歌坛，移居美国。之后嫁给了音乐人宇多田照实，生下女儿宇多田光。藤圭子和宇多田照实分分合合，离婚又结婚，高达7次。一家三口美满时，曾组成乐团 U3。而遗传了父母音乐细胞的宇多田光，16岁发行首张创作专辑《First Love》，就大卖765万张，目前仍是日本音乐史上销量最高的专辑，记录至今无人打破。而随着女儿宇多田光的名声大噪，藤圭子再次走入大众视线，但多次被报道其精神状态不佳。他的前夫前川清知道藤圭子死讯后感到非常震惊，想必对女儿宇多田光更是极大的打击。不过截止目前，宇多田光和宇多田照实都尚未回应。新闻在线编辑报道。